现在这个时间是日本时间下午4:44，嘻嘻嘻。然后我们现在在从茨城往成田的路上，然后可以看到晚霞、夕阳西下的美景，一般很少见。火烧云吗？然后我们看一下加油站。谢谢我们这次的司机大哥侯家大哥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七天旅程顺利。